组的所有选手呢已经比赛完了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进行少年组的比赛。那么首先我们会有请少年组的第一位选手 Emma 人为我们带来钢琴的弹唱 On My Own。 咁跟住落嚟呢我哋会进行嘅呢就係少年组嘅比赛。咁少年组嘅我哋有请第一位嘅选手 Emma 为我哋带嚟佢哋嘅钢琴嘅弹唱。